进来了嘛，人们都脱掉冬装，亲近大自然，接触大自然，和菜花那个亲密的接触，感觉心情是非常的愉快。 自己一张照片都没拍到这里，可以可以，你在这里拍，没事，哎，就这样拍，对。有了高铁之后，真是非常方便，随时可以来，随时可以走。 这个就没事，我们买就买。